学生的关注跟兴趣。那今天有四位非常多才多艺、非常平衡感非常好的学生，分别是社长是Joshua，也是我们前会长王义杰及周小华教授的小公子，还有 Andy Sergio and Mitchell 我们现在以热烈掌声欢迎他们的中国扯铃。